工作的时候我会尽量严肃一些，但私下里还是放松一点比较好。你最好是有什么要紧事，还敢顶嘴？哟，一会儿不见，听屈先生说，你们又差点被虫子包围了。监督监督，要来看看香菱的新发明吗？哼哼。曹操大人会好好督促你的。让监督见笑了。这是你最近一次的 X 辐射检验报告，我们在你身上没有检测出任何疑似异核觉醒的迹象。深度清洁模式启动。今天也是适合打扫的好天气。